是所罗门，不过竟然是因为一只兔子让父子两个人告上了法院。一名赖姓高中生因为不满父亲把他养的宠物兔子给丢了，一气之下把爸爸给反锁在门外，让老爸有家归不得，被迫要露宿街头。隔天父亲越想越生气，跑到警局去报案，对儿子提出了强制罪的告诉。可爱的兔子个性温驯，看了超疗愈。一名赖姓高中生爱兔成痴，每天陪兔子的时间几乎比读书还多。直到有一天放学回家，赖姓高中生发现兔子不见，问父亲兔子去哪了。父亲一脸淡定回答，被我丢掉，让赖姓高中生当场气得抓狂，将父亲上班重要资料全朝屋外丢，并且将门反锁。直到母亲回家，儿子气还是没消，最后只让母亲进屋，背了行李箱叫父亲自己露宿街头。另外，这名被赶出家门的赖姓父亲是整整提了行李在外头住了一夜，事后越想越气，决定跑到松山分局来报警告儿子，也让原本单纯的家务事现在是闹上了法院。他也有不对了，但是因为他还在学在成长，所以我们比较会建议大人先承担责任，小孩就会学到承担他的责任。你不丢他的东西，他也不会丢你东西。检方认为房屋登记在母亲名下，父亲没有权利提告强制罪，裁定儿子不起诉。父子一时赌气，问题没好好解决，最后伤的反而是彼此的和气。